对面有两个傻逼在那里操，太狙了，操他妈的！大哥，不要怕，感觉那个歪歪了没有？一般有歪歪的都是大哥。小心闪光！我操！逼供一盘区，逼供一盘区，看着走廊飞出，他在看着走廊，可以尝试的压了。遇到我还怕输啊？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！开爆笑吓人呐！救命！手雷来了，小心闪光！几乎没人。可以再过不了，还有，下去了，有人下去了，好嘞，兄弟，炸我的，他妈的！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炸我嘞？双枪门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双枪门，人去死亡楼梯，人去大梯，大梯，去。中门了。哇哦！完成任务。牛逼牛逼，帅啊！教练，我想学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你妈！哎，们冲出去啊！你敢狙在那里呗？还在那等干啊？逼供，35，带包接近，出来！小心闪光！没事，还在那里等。对了，我靠！逼供！这个自己人吗？这个好吓人，笑死我了！烟雾弹出发吧！怎么滚？手雷来了！打我家！杀他！稳点，我靠！66，我自己血了。他们家66血，多点。怕啥了？完成任务，小心闪光！年轻的呢，太年轻了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Smoking bomb, flash bomb。逼控啊你妹的！
他妈的，从广场到壁空来的，你们从壁空直接穿过去的？我操！笑死我了！A 栋过来了，了解。哇，小心闪光，手雷来了。你买的？你这个机是假的吧？武器呢？他开枪，我穿他了吗 ？Go go go！ 这是反应问题。不像我们老了。不老了。上把日本妹子稍微好，这样。Flash bomb。帅不是。手雷来了。包里。还有吗？没了。谁是沙发？哎，妈，你这一个丢。B 区炸弹已安放。在哪？给我丢死了！在哪？我选你，拿老了吗？完成任务。我就是想学这个的。